Hello guys， 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视频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还是一样要做汽车追寻，来看一下今天的任务。蛋场游戏撞坏100个物体。经过好友推荐，他们讲虾仔小刀是最多的，所以我试下看，来开始。来先评估一下今天任务的难度。要讲的话，其实这任务也不能讲很难，可是也不会讲很简单啦。现在只是专心的撞这些障碍物，然后不要管有没有人，不要动就对了。下面有一个人，哦，我看得出这边真的是蛮多的，一下子就40多了。OK， 80多，95 OK， 今天任务就这样完成，所以比想象中更简单，而且更快完成。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